多喺嗰度。哎，六百姐。啲即肥咗啲，唔俾你住啲。你再接少嚟。小姐。哎，麻烦姐啊，之前我拎几多只，之后我拎可以啊。即等下你攞价钱嚟做好只，收住我呀。二四六七个人计，今仔日了，先加钱了，一百了。来，一百块钱，一百，收钱一百。两个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我三个，四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三个，两个，好啊，好。来，这是无。三个，四个，你也太客了，太客，你先客了，好。来，一百。我包那来收，今仔来收啊。姐，你讲要还了？啊，包包来还了。他来开心。麻烦你坐，麻烦你坐起来，麻烦你坐。来，有咩物件收起来？来来来，有咩物件听我讲，有咩物件听我讲。有咩物件，无咩物件，慢慢变啊，凊彩啊，是你其实我哪去做滴？我是跟恁请教一下吼，恁这所有在座这侪老主顾，捌伫我这台买过手工的爸爸讲话的手表的，有人捌买过无？有人捌买过这包爸爸讲话的无？外口包香菇，内底包萝卜。一斤上俗的要800-700，这一包五斤800-800。我跟你讲，恁在座所有人家拢买一份，再话你家用卤的煮汤拢无要紧，上先给钱的先了，50人，50块啦，几人？全部拢来，全部拢来，50块，做一届啊，6个，50啊。你买两份，你甲伊讲啊，50凊彩啊，你两包恁爽啊。我两份啊，50啊，六七八，来一夜干。七九，讲话几号啊？先七八，来十会使无？十花了，收了。十九，最后搁一个无啊？最后搁一个两个，还无啊？十一，来两包二十包。来开一摆。高兴，那用那看到是不是当地啊？你哈，来。您家人要吃牛肉吧？来，台式盐水鸡买起来，啊，我嘛准备起来，我这个大买啊。柠檬水饺腿嘛起来，豆豆起来，卖做一间起来，豆豆起来，袂重啊。你几个？我九个。九个十一尔无啊，来。好，这尾鱼啊，恁先买。这尾你若要会着，这尾送你。这尾足少人知影，你无可能要会着啦。这杯你再送你，这杯基本上你行价要到500，这杯我无甲恁骗你啊，有人知影这啥无？唔对，啊？啊，来，这个真正要着啊！你敢若加后壁三鱼加外币，我成本嘛加足贵哦。挪威青鱼本地就无俗的物件，这是鱼的干哦。这基本上你行500毛的，先看别高价，你收钱，照三讲。500上面只有500。挪威青鱼伊会高，你莫感觉500足济啦，这真正足贵的啦，来啊！你若买500的人家，我直接搁送你啊，直接搁请你啊，直接搁来啊，搁就一个人家加钱啊，500怎么吃？500。有人要吃青鱼的，伊会高毛，挪威青鱼，等下听好，直接免钱搁送你。你刚才这四只，刚才餐厅整起来，日本料理整起来，都要1-2000块，我无甲你好笑的哦。我要招金龙山6个人家甲我加钱的话，这盘总是大买哦，一只人无半斤以上免钱。上新开钱的生意啊，和你转客户分无这个计数，上新开生意啊，三百啦！来者，两个，三个，收钱，收钱，收钱，三百，收钱，要收钱，三百，我俾人点咩？四个，三个，三个，叫你送的哦，这免考虑啊，来啊，三百，你几个？三个，那你要两个钱俩？来，三个我几个收？啊，我四个啊，好，你四个，那你收，你收，你收，你收。哎，大雷啦，你等一下啦，放着就好了。我等一下帮你搬了，你放着啦，等一下啦。那我这边开机。来，来，帮我去。一大雷也找你先开物件，你个鬼啊！一些物件，好，你大雷要把它搞掉。无啊，好啊。开机。这样子能包不？阿彪帮我接掉。这样我取消，欢迎。我包住。哎，刚好第一个开能包，第一个开300是啊，我想要啥？好的。你第一个啊？哦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这是第一个啊。我记啊，100号，100号，来，咱这边来，先来，先来，先来，刚好。你也再公布两行的啊。来个拜。柠檬是想要腿上掉没？阿哥我啊，可以啊，阿哥上面你个讲。好，够点菜我袂记得了。台式盐水鸡可以个？我可以个，这两行做几个？阿姐。你忘记良心讲，多吃快吃，注意听。来，你甲一包，注意听，注意听。
这包这好食，当然价钱一定无俗。啊，我是讲哦，那安尼啊，无规矩，我来进一组较俗的，我去进一组来，一组较俗。哦，我你听我讲，既然我人家来呢，我推销这一款买呢，伊要买这呢，这较俗。啊，另外拢先出资，啊差二千尔，吼、啊，你着食看是哪，这价钱差，价钱有差，你看物件有差无？你食起就知啊。啊，这一包鱼啊，无两包五百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先价钱的鱼啊，无两。耶。那咱们食台式先出资的无两百，你食看嘛，你着知一包偌好食啊。那鱼啊，够有咱们食无？啊，你若要食啊少啊，一包啊少啊，我再甲你介绍。有人要食鱼啊？要个箱子哈。箱子给我。鱼啊，够有人要食台式先出资无？拢有啊哈。好，啊，这恁听我讲，恁无买人鱼啊，无你一包就好。这嘛无错，这一包只有两包，两包四百，我免四百，免三百，来你试一下，我买两包了。来两包。要食这无两百块。这个有那个招牌咸猪鸡，有啊哈，来谢谢，来收起。上面是柠檬汁小腿，好食。这一包拢十几个鸡腿，这拢熟个，这拢免煮啊，这都用电锅烤烧了啊。十几鸡腿来外口巷口二啊五，两包二十几个鸡腿五百，唔免五百，两包了。耶。然后上面是柠檬汁小腿无两百块。有上面是鸡腿的无？这个鸡腿好食啦，这都用饭锅啊烤烧了当食，这免煮啊，因为这熟个啊，这经过高温杀菌。两包够买啊无？两百。来，好、啊，来，你甲伊来讲这个。来，听我讲。来，你个要点菜无？紧点哦。来，这调人去看。这我卖上好的就这样，哦、我还了。这种的季节了啊，食七桌了啊。这一包外口就百五啊，十二粒啊，两包就三百啊。这个用这量钱的上好食，三百五百免钱，买两块当去试食，做点心了啊，一百了。来，一百。来，两块就蚵仔丸的嘛，一百块。一百块块啦，要吃蚵仔丸，我来感觉今仔特别多，足热的呢。你恁几个有去？有啊，恁几个？手机。手机。你过来买啥物？来，我来画一个好吃的给你。来，别吃，对啊。来，多买些，少吃点哦。这味拢会扳条啊，这汤你也用我烧就好啊。这安那煮，这拢甲你加足清楚，唔免我来加。那底有五包，每一包拢有酒料，一包卖三百五百，我卖两包，你也买袂着，百五了。有人要食米浓的饭条无？百五。一百五个有人要食无？百五。白抢起来，百五个有人要来无？百五。有啊，哎，别走。伊个是迄个草莓啊，迄个草莓啊，迄个。来。是啊，你甲其实我无共款来过。来，你今仔煞真无共款来，今仔换咩？来，今天白抢他们食。这白抢就恁拢食嘞，哎，阿多阿三讲要食这個。来，你要吃来哦。来，我也是起来，袂我去我房间。一台全部三个人给搞买落啊，一台三个落啊，这叫巴厘岛的什么讲？吃啦三个，我来讲花一千块，才卖三千块，多比菜价俗无啦，百块你唔免来看伊啊。这全部三个人给装包，今仔新价钱卖一千卖八百，全部三个装包，这么狠啊！新价钱哦，五百了。五百一个，五百块，头前还佫一个，五百块三百一个，五百。两个。有人要吃巴厘岛坚决无？来，三个。这上低上脆的这啊，这若八块，大家就调啊。你看这皮衫就怎啊光青啊，啊这五百块，五百块。来，迄个刀好掉就好啦。你几个？两个。总共四个。来，包起来，紧好啊，包包需要我爱人嘉宾啊，该你去包啊，伊也袂晓你去包。来，到人啊，到人要吃白枪。白枪到人要吃，这太好啊，这刀拢歪乌啊，头尾拢歪剁掉。你今要吃白枪，卖画五百，画四百。来，恁啊后壁，唔就送电话来，恁后壁恁陪恁。一个人买一份好啊，要吃白青的新价钱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来三百。有人要吃白青的无？三百块。太好了。有人讲哦，头家，你真正白青才细只，是你创嘛？你吃看嘛，你就知影嘛。你都卖管你大只，卖管你细只，这个真实的肉一定要油的，对吧？斤两三，一五六七，八个人家啦，八个人家啦。阿英，李茂伟，你迄、那个，你头多先看嘛，我也是黄玉杰。五六七八九十个，十二个人在包尾，无买着就无啊吼，新客钱的生意吼。我这其实花你三百嘛无贵啊，咱讲真诶，因为这白酒要百二，对嘛？白酒安尼嘛无，呐，听好哦。来摸下落，来起，准备抢啊，来起。你今日若敢给三百块给我的人去，吼、哦！你听我讲，我要创啊！你听我讲，一包两包卖过无？顶日包来只货，一包一个个拢免花，边一个大龙一千，我要一千块啊！这样，这叫算你的偷刀吧？
规包拢肉尔，这鱼仔肉。